昨天跟我那个差不多宽。 它有两个模式，一个雨天模式，是，我看一下啊，是分这个，好长按是吧？啊，先试一下雨天模式吧。啊，模式可以，雨天模式吧。来，手把加热延长哦。 转向灯的标志好小。 慢慢关。起步。790发动机。我改个省力离合，它的离合会更轻的。现在已经。 已经够轻了，但是还想更轻的话，还得改。这坐垫宽度跟我现在的 800MT 改装过的那个高度其实差不多的，所以我基本上很习惯。
点哦，你慢点哦。没有 TC。怎么样嘛？感觉是啊。啊？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感觉？可能比我那个动力肯定好多了。你那个650啊？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减震还可以，但是我都没怎么试的，也没有烂路可以试。Hey, one time, it's gonna go, no, go, no, go, go, let's go.